进来这家店呢，就把这家店当自己家就好了。你要喝什么就自己拿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还是要付钱。凡凡来抢食，今天是谁揪我来抢食呢？是哪一间餐厅？噔，敖屋，敖屋它有卖串烧寿司的酒厂，营业时间呢就是晚上的5点到半夜1点，所以想吃宵夜的可以来哦。哎，它最近好像改成中午也有营业了，中午也可以来哦。在哪里呢？在芦洲的三民路。要来的话呢，要记得定位，因为他们平常位置都非常的满。那我们进去吧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怎么自己讲？那我们赶快今天吃好料哦。店员嘞，赶快来，我要点餐，好不好？不需要什么。招牌菜都来一份就好了，谢谢。招牌菜。不好意思。确定。谢谢哦。我们菜全部都是最猛的哦，超猛！你们看一下，超香。哦，不慢，从我嘴巴里化开，好像在游泳哦。他们的招牌敖屋烧，不知道有多敖屋，我要来吃哦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敖屋烧，它比大阪烧还要厚，它真材实料，里面满满的高丽菜跟玉米，所有的馅料融为一体，加上柴鱼跟美乃滋。这个我一个人可以吃10个。寿司要怎么吃呢？大口直接一口吃进去哦。好吃，它用焦糖在炙烧的地方化开。太好吃了，我要升天了。影片结束啦，下次还想看凡凡在哪里抢食呢？赶快在下面留言，揪凡凡来抢食。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然后我看看他哦，想见他一面。刚刚说真的超好吃。好好吃不？你是谁？哦，这边老板啊。哇塞，这边老板你也太年轻了吧！老板来，坐我旁边好不好？可以吗？老板，你们每道菜都超好吃哎！你每个都自己研发的吗？对啊，没错。真的，我最喜欢吃这个。全部都喜欢，因为你们每一道都是招牌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要每一道都招牌，都是金区。好了，那你可以走了。好，我怎么？